于浩一直都很爱燕子。我觉得妈妈他是一个很不错的男生啊，看他平常跟朋友相处。斗鱼电影版即将上映，男女主角林柏瑞、王景疑似假戏真做，16日出席电影活动，也是两人爆出绯闻后首次合体露面。不过面对这么多媒体，他们始终没有承认彼此之间的关系，反倒是监制柯以勤硬生生坐在两人中间卡 C 位啊。新闻出来之后，你们两位有讨论过你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现在算是交往吗？还是我觉得其实因为可能大家一起在演戏的过程中培养出很好的默契吧，那我觉得就好一点的朋友嘛，对啊，对，可以称呼他们是男女朋友吗？不必这么快就给他设限吗？荧幕情侣啦，荧幕情侣，好吧，荧幕情侣吧。初林柏瑞和王景被周刊拍到在公园激吻，但今日出席活动却感觉疏远许多，互动也相当谨慎。至于两人现在关系如何，哎呦，只能笑而不答啦。可是你是有会主动报告白的那种吗？不太是，但有过。这样也没有过。没有过。所以是林柏瑞先告白吗？电影里面是啊，他在电影里面是啊。林柏瑞除了爆出跟王静的恋情，也公开了未婚爸爸的身份。一岁的女儿目前跟自己同住，小孩的妈妈雷杰西则偶尔会联络。想要交女朋友，会顾虑到小孩妈妈的心情，或者是自己本身家庭状况吗？我觉得多少的话，一定会，因为这个是就是尊重，而且毕竟。孩子的妈其实一直都到现在还是家人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一直都会在乎。可是交女朋友会先跟对方讲，或者是说，要接受我的小朋友啊，这样之类的。哦，你是说我跟如果交了新的朋友，对啊，可能会先。我觉得对于另一半的话，坦诚吧，因为我也不希望说是让他会觉得说，怎么样。到后来就是这样子。